217件作品，所有能在乎这个217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的各位呢，都非常的厉害。所以是不是请各位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？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带领业界，其实迈向更好的未来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就说整个饮食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业态。那你们今天去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评鉴跟挑战，代表你们有向上突破的决心。那创新需要勇气啊，勇气就值得我们肯定。去琢磨，去精进，然后能够推出这个消费者喜爱的产品。感傻又要有勇气，然后感傻就是我的本事。我们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产品，希望有机会让大家看得到这样子。素食跟蔬食的平台，那希望能够让这些消费者在全台能够更方便的购物。我们希望帮助台湾品牌越做越好，那也希望帮助卡玛咖啡就是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不一样。我们在茶叶的这个领域，我相信百二岁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茶的可能。希望透过今天得到这个奖，让我们这样子的营业模式能够更多的被 copy 出去。